一德二十一世纪的选民。总之就是钱造男、范造次、歌造厅，票投火箭，没有火箭一样投蓝眼啊！因为现在有可能全国各地都用一个标志啊，一个标志来展示两限制的决心。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标志，你们没有看到火箭，不要奇怪，认得蓝眼睛啊，蓝眼也一样的啊。总之不要叮当，不要月亮，月亮从前可以，因为从前你埃及犹在，回教党没有那么极端。中庸讲不福利国，可是那阿基斯去了天堂以后，现在回教党面目全非，变鬼了，变鬼了。所以上一届大选他讲福利国啊，我们支持福利国，我们就唱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不一样，变鬼了，都是月亮惹的祸。但是不用紧，他搞这一个三角战一定有的。三角战啊，到时你看到月亮不要，叮当不要啊，其他的不是火箭就是蓝眼就对了。为什么用眼睛呢？因为有眼睛看得清楚一点，不会再上国政的当，不会再给那些骗多五年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没有用火箭，我们用蓝眼啊，大家可以支持吗？可以不可以？蓝眼象征人民雪亮的眼睛啊，怎样看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可以看得清楚。所以各位，马来西亚国难当前，宋朝的宰相文天祥说，国家有难匹夫有责，这个国家是好是坏每个人都有责任，这个不是张念群啊、古娜啊、谢其清啊、在陆兆福几个人的责任，不是，这个国家是我们的，自己的国家的命运自己决定。我前天在沙巴州演讲，等下要赶去马六甲，我在沙巴州也是开始看到现在那个风已经起来了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，东风从哪里吹起？今晚芙蓉开始吹起，好不好？民进党的领袖这一次的破釜沉舟，我们派出了我们的中央大将，我们的智多星刘振东跑去南部打这一个魏公公，我的好朋友魏家祥。同样的，我们把陆兆福对上张胜文啊，小弟也有可能啊，跑去另外一个地方打布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，只有破釜沉舟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行动党的人就是有那种拼搏精神。我们是爱拼这样，我这是爱拼这样，不拼嘛这样，爱拼这样没有。而且这一次，全国民调都显示，不管谁赢。都是在非常微差里面。马来西亚有222席国会，要说政府要赢112席。现在巫统的元老登都拉沙利前任财政部长已经预测，他说这一次选票没有人看得到结果，因为国政可能倒台，国政可能倒台，马来西亚也可能出现好像纽西兰和澳洲曾经出现过的 Hung Parliament 限制国会，也就是行动希望联盟赢111席，国政赢111席，微差就在来回那几席，所以每一席都很重要。如果我们要换政府，芙蓉一定要赢，安顺一定要赢，哦，这一个雅沙一定要赢，全部都要赢，一席不能少，一票不能少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时代是我们换政府唯一的一次机会，我希望大家能够为了自己下一代，改朝换代，莫再等待。错过了这一次，我们可能要等多50年，到时候马来西亚已经是面目全非。今天我们给纳吉做，你看纳吉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 desperate， 他已经是完全没有信心。今天他又刚才你看听电视新闻，他又给公务员派大红包，一派就派了14亿6千万元啊。那么昨天又派，前天又派，他只是什么剩下什么派钱。为什么他这么敢派钱？因为派的不是他爸爸的钱，他这么敢派钱，派的都是我们人民的钱，他来派钱，人民买单。现在把他们的快乐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上，将来如果有政府没有钱，又拿我们人民来开刀，消费税可以从6%挤到16%，到时候我的话大家暗作戏呀。所以各位，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，南京什么都敢做，对不对？你说消费税不好，他也是敢抽。马来西亚给纳吉做到怎么样？我们在马来西亚这边有多多叫做本加亚多多，
纳吉其实也是多多，他是多多的首相。什么叫多多呢？第一，纳吉执政贪污多，马来西亚从来贪污没有这么严重，现在是上有上次，下有下次，大有大次，小有小次。美国的电视台去访问槟城的阿贝，那个阿贝是美食节目的啊、哦，那个记者问他，槟城什么东西很好吃啊？那个阿贝讲，龙中骨火酱，这块条火酱，卤汁火酱，哈、啊，这个针对嘛火酱。然后他问阿祖啊，哈密点火酱什么最好吃啊？他说了，哦，那个哈密点火酱，马来西亚哈、哦、是加多一点火酱。这个吃，那个吃，啊，吃，吃得都无代志，啊，吃到拢吃干了。所以，所有的老百姓现在都知道，我的表妹去了香港，香港在得十司机，一边叫 taxi， 一边跟那个我的表妹说，哦，你系马来西亚嚟噶，哇，你哋嘅政府啊，好腐败啊，你啊，哎呦，啊，唔知你知识得收收钱咧？我表妹跟那个德斯司机讲。我买马来西亚还买新加坡嘞，排血呀、啊，人呐、啊、有尊严的，会排血呀、啊。但是啊，有一个人不会排血的，阿基哥是不会排血的。阿基哥脸皮很厚的，我最欣赏、最佩服他的就是他脸皮够厚，他脸皮厚过大象皮，甚至于还厚过棺材板，什么都敢讲，哦。他什么不敢讲？现在他说马来西亚再过三年就要成为高收入国，哇，我们很快的成为 high income nation。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现在世界数一数二，什么都敢讲的。可是事实是什么？事实就是中央银行刚刚做了一份报告，自从纳吉做首相以来，马来西亚的破产人数越来越多。什么多法呢？自从实行了消费税以后，2015年破产人数26万。2016年破产人数29万，去年2017年马来西亚破产人数历史上第一次超过30万人，三年里面有100万人找不到吃，宣布迎法庭宣判破产。大家自己想，行情好有这么多人破产啊？张顺文跟你说经济好，你就问他，哎，先生，如果经济好，为什么暴穷区每年破产人数不断上升？第二，中央银行的报告也狠狠打脸那些，怎么打脸那些？中央银行的报告刚刚宣布，如果马来西亚人啊失业，有76%的大马人民连1000块 ringgit 的现钱都拿不出来来应急，1000块都没有，不是10%，不是20%，不是30%，是76%，十个有8个人几乎连1000元的现钱都拿不出来来应急。所以大家想想，马来西亚的人民今天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，很多人现在已经是火水沾燃眉，因为 GST 的事情搞到市场资金干枯，生意越来越难做，收钱越来越难，政府又没有帮忙，还整天所得税天天上门来追税，搞到大家回家都不能睡，马来西亚非常痛苦，在家要给门牌税，还要还土地税，买辆车还路税，给了路税做工给所得税，买东西要给消费税，给完消费税卖产业要给产业盈利税，天天还税，还到回家都不能睡，只有拿去肥婆最好睡。你要他们不能睡，这一届大选让拿去肥婆马上倒台，好不好？国政不倒，人民吃草，这次国政不死，我们死。华人弄中洗干了啊！我跟你讲，你今天不要笑啊！你的儿子会到时候会怪你，现在叫你换，你不要换了，等多几十年了 啊！到时候就知道。第三，什么多？第一，我刚才讲了贪污多；第二，破产多；第三，负债多。老马做20多年，我们欠人家2000亿，他拉基哥做9年，现在国债高达9000亿，短短9年他有办法借7000亿的钱？有跟你讲吗？没有吗？那个阿爹会跟你讲吗？肯定不会吗？ DVD 哥会跟你讲吗？不会吗？对不对？这是他们的电视台吗？所以我们大家现在看到阿爹 DVD 哥可以关台了，换转台，马上转台，不用浪费时间。他那里会跟你讲真话，讲真话的只有啊，我同你讲，国阵系话之理，净系火箭党就话你知，但系佢话之理，我哋话你知，我哋话你知，我哋就死咯，全部话踢出国会咯。所以我而家失业好得闲啊，每个晚上就咁样啊，通街讲啊，沙响啊呢度上紧班，讲到怡宝啊，怡宝讲到金宝，金宝讲到马拉加，马拉加讲到沙巴沙捞啊，因为我好得闲啊而家。
陆兆福佢哋又好唔得闲啊，佢哋成日去国会嗰度投票，咁我去投票系咪？我坐门可以唔可以入去投？点解踢出嚟咯？点解我俾踢出嚟？我哋讲真话嘛，我俾佢踢出嚟咯。你以为我哋系咪话工会啊？坐住嗰度啊，你哋叔哥，叔哥呀，咪得，叔哥。真的吗？你看最近的选区划分，选区划分明明都不公平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宪法讲一人一票嘛，啊，比如讲福隆国会九万人，雅沙国会应该要九万人，啊，我们的选区划分不是这样的哦，选区人数相差十倍都可以的哦。然后他说这个是一人一票，你看我们的布达林加亚跟布达拉加亚两个都有加亚，差不多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名字就差不多一样啊。布达拉加亚选民多少人？15000人。布达林加亚多少人？15万人。15万跟15000原来是一样的。哇，我原来今天学到新的数学，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要选举委员会数学一年级都不及格。这样的分配大家可以接受吗？肯定不能的嘛，对不对？摆明是骗的嘛，啊，摆明就是来骗的嘛，啊，而且不止这样，又把所有的选区好像切蛋糕一样，现在州议席还大过国会议席。你看我们沙登的国会议席州议席有7万多选民，啊，这一个口臭部长啊，纳兹利旅游部长，他的国会选民才31000，州议席还大过国会议席。你说买大过主人婆，妹仔大过主人婆，怎么可能州议席人数多过国会议席呢？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嘛。但是我们的选举委员会也是坎坎可以通过，当时还没有通过前，一年前公布这一个报告，哇，我们就看到马华总会长，啊，这一个很厉害讲话的，大家都吃力暗中来，尿中来跟这个民政党主席的马秀祥，这两个家伙就站在门口大大声反对反对反对，如果上国会我们一定反对到底，因为这个不符合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国情，分裂国民，不符合宪法，巴拉巴拉巴讲一大堆。哇，当时我看到非常欣赏，想要给马华民政一个漂亮的掌声。可是昨天前两天进去国会投票，哦，他们在国会外面反对，进去国会拿去看着他在国会外反对，在国会内支持，讲一套做一套。他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子做？当人民是白痴，公开愚弄人民，侮辱人民的智慧，他当我们全部都是 BPC Botache。 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要告诉马华民政，不要当人民是傻的，你可以骗我们一次，你不可能骗我们一世。 You can fool somebody some of the timeYou cannot fool everybody all the time， 对不对？就好像案件这样，26亿可以从贪污变捐款变贪污，又说什么阿拉伯人，又什么阿拉伯王子，到今天阿拉伯王子在哪里我们都找不到，对不对？最好笑是我们那个印尼来的这一个副首相，哇，阿玛贾黑，他说他3个月前见过捐钱给纳吉的阿拉伯国王，可是我们上网一查，阿拉伯国王一年前已经死了。他说他3个月前还有见过，不知道他见的是好兄弟呢，还是盂兰圣地清明节，清明路上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啊，借问阿拉伯国王何处有啊，牧童遥指布德拉加亚，鬼话连篇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广东人讲的呃鬼食豆腐啊。所以我跟现在大家讲，现在的国阵政府就好像法国餐一样。什么叫法国餐啊？法国餐是不是很漂亮，但很少东西吃的，是吧？法国餐啊，所以说法国餐啊多鱼啊，就是说法国餐是多鲛鱼的啊，法国餐现在就是法国餐来的啊。但是你们不用怕，我看国阵政府这边是日本游船来的。什么叫日本游船？迟早沉啊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再选国阵啊，再选国阵啊，就是老婆登车啊。什么叫老婆登车啊？阴公咯，老婆攞遮嘛，又咪老公好陰咯，係咪咪陰公咯？你睇我講苦話有進步喎，有嘛？有啲俾啲整掌聲係咪？我20年前嘅時候，我一句講苦話都唔識得講。而家我侵啊陸兆福侵咗多幾年係咪？我乜鬼嘢都識得講。啊，尤其咧教我好多臭話，你知冇？都係佢教嘅，講笑啫，冇講冇得笑啊！阿妹咧，我而家冇講咯，我講起乜啦？佢嘅電話追到我好似追命咁樣。我到那裡11点，不要相关，我送大家一个国会花木兰啊，
啊，张念群等下会唱 GSD 的歌给你们听。我在这边开演讲会，张念群开演唱会，陆兆福不必猜什么会，总之你们看到他投票给他就对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一起健保这一次大选，改朝换代，为民除害，告别腐败，为了下一代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 YB 尼克敏。在 YB 尼克敏出发到马六甲之前呢，现在大会呢会先来照一张大合照。所以各位，如果大家手上拿到宣传卡的朋友，可以将你们的宣传卡高举起来。OK， 如果没有拿到宣传卡的也没有关系，把你们的手举起来。所有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？芙蓉的朋友，把个单，把个单，把个单，谢谢。那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待会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向你们取回那些宣传卡 ，OK？ 所以大家不要弄脏，也不要弄坏。少成多，多多益善，对不对？